接下来讲一个 sticky video 的功能。sticky 就是把它粘住，譬如说这个影片，我把它往下拉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粘在右上角。所以这个好处就是，如果人家往下卷动的时候，通常这个影片人家看不见嘛，所以它一旦播放的时候，你好，我是刘海爸，我先把它静音一下，然后人家往下卷的时候，它还会继续在右上角继续播放。哦，所以这个功能非常棒哦，在我们的 AI 部落格里面，我们有送给你这个功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功能是怎么做出来的。哦，这个就是我们在后台，我们的后台编辑画面，在这个 video 的这个功能，哦，这边编辑这个 video， 这边有一个 sticky video， 然后我们把它启用。哦，如果没有启用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被卷上去。那一旦我们把它启用之后，我们往下卷，它就会跑到右上角去。然后你可以去设定一下这个 video 的大小，然后放在左边或右边。好，这个是左边，然后另外这个是右边。我看你要让它固定粘在什么地方，所以就这样设定就可以了。其他还有很多内部设定哦，不需要做太多设定，没关系，就这样设就可以了。这个就是 sticky video 的功能。那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非常多哈，其他功能，这个在我们的 AI 部落格里面，我们也会送这个功能给大家。那对这个 AI 部落格有兴趣的人呢，你可以直接点击线上课程这边打造自动化 AI 部落格。那如果你是网络行销新手，完全不懂网络行销的话，我们提供了一个网络行销超基础课程，从零到一的入门课程，然后提供折价10000元的折扣代码。你只要在这边按取得线上课程，然后在这边按加入购物车，然后在这里输入 AI BLOG 大小写都可以，然后按使用折价券，马上就会变成折10000块，就变成不用钱，然后前往结账。好，结账的时候呢，请输入您的姓名，然后您的邮地区号，还有你的县市就可以了，还有你的手机联络电话，然后重点是你的电子邮件跟你的密码。输入电子邮件就是你的账号，输入密码就是你到时候登录的时候就是用这个账号跟密码就可以登录观看课程。然后按这边我已经阅读，然后按下单购买，这样就完成购买了，你就可以直接登录观看课程。登录的时候在这边，然后输入你的 email 跟密码就可以进入观看课程咯。在哪里取得这个完全免费的0到1基础课程呢？就在我们的网站最底下，中年退休计划，就会跳到这一页来咯。赶快去取得免费线上课程，或者是加入我们的打造自动化 AI 部落格，马上打造你自己的赚钱机器哦。